就是小河边那里，小河边那里头，那翻毛墙没办法。你用了没？让你休息。哎，我在家休息啥呀？我衣服还没洗完呢，没。你包不背吗？我包不背。嗯，手机钥匙都拿了。对。好嘞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吃饮料。什么？吃饮料。哦，关于饮料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已经研究过很久的时间了。你不敢。对，我承认。我知道他要是走出去吧，他能开开心的，没有的。但是我这两条腿，走又走不动，你说没有的。可能定的时间太长了，应该是。现在越来越暴躁，也说不上来咋回事儿。两条腿都是半月板撕裂了，骨质置换，三个月你是不能下床的呀。两个人都躺在家里头，儿女都是上长白班，所以我不敢做这个手术。如果我的腿要没有这个手术的事儿啊，我还觉着我能扛过这个关，对吧？慢慢来呗。哎呀，要不是我说我这难题啊，一个扣套一扣都解不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礼拜一、礼拜二那几天啊？那九天。别迷路了。他不会迷路的。他现在担心就是洗澡都找不到，明白吗？来了来了。来了。你好，进吗？进吗？哎，双胞胎，我换个鞋子。来了来了。房子这一天是5000-8000，出去吧。嗯。我上这儿来了，我不把它带着，在家里咋办？哦。阿姨做的还真好，每次洗的时候，在家里阿姨都在忙了。阿姨都忙个不停，这些东西可以歇一歇了，这些东西可以过来静悄悄的看着我们。叔叔，我帮你隐私洗一洗啊。刚才主任就过来告诉我，主任你要多休息啊，不要老站着。是哪里痒？这里痒吗？40.2度，那可以活动活动哈。1、2、3，哎，人多力量大呀！人多力量大呀！等下次我们来洗的时候，你争取走到我们看看好不好？嗯，叔叔再见啦。再见。嗯，阿姨再见了啊。再见了，辛苦了啊。没事没事。来来来，哎，来，嗯，抱住我脖子，哎，跟着你儿走过去了啊。对。哎哎哎，往前走，哎，你往前走，来，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再往前，对吧？哎哎，你这个脚扭来了，这整的，你看这整的哪来？过来，这脚不能这样呆呆的，很棒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要好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要好起来，爸爸，嗯。
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了。这半罗世纪呢，导弹，四个炸弹，两个导弹，现在是欠十万。这就有球有吗？哎，王经理，我在，你说。唱歌。主人，太阳今天上班了，我们一起听童年。有主人在身边，每一天都是晴天。进来了，欢迎。进来了，妈妈。那边欢迎。里面奶的颜色就是黑色的，像那个黑芝麻糊一样。嗯，太阳出来了，喜洋洋啊，舒服舒服，比在家里吹电风扇要好。不洗澡不要紧，一个月二十天不洗澡都不要紧，反正人是尘土造的，洗了还是要脏的，光是内心里面要干净。用力，背也很好，右脚跟上，好，把背挺直一点，好，不要急，好，左脚抬起来，对，好，右脚跟上，不用怕，你看我手扶着的。一分两分三分。哈哈，你这么承认你自己也分了。你今天不笨，你今天表现挺好。今天你看张，他叫张，张笨蛋。老爹，走。那我们走了，叔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再见，叔叔。好，还有人走了，阿姨再见啦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每次走的时候都是会跟老人说再见。张大哥，再见啦。再见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啊。是一种祝愿，祝愿老人健健康康的活着，我们能再一次见面。再见，叔叔，再见，下周见啊。